人为什么可以共存？到底是蛇俘虏了人类，还是人类愿意屈就于蛇？为什么聪明的人类对蛇的占据会无法抵抗？太多的疑问充斥在我脑海里面，所以我们第一等小组决定前进蛇村一探究竟。据说蛇村里有300多万条的蛇，这些蛇占据人口只有800人的村落，光蛇就将近村民的4000倍。是什么原因让蛇盘踞整个村落呢？有人传言说，这村落是建在百万蛇窟的正上方，更有人说，其中有一户的家里就是蛇王产下上万颗蛋的巢穴，里头不但有数百万条蛇聚集，更有成千上万的蛇蛋正准备破壳而出。究竟村民如何跟蛇一起生活呢？我们从浙江义乌出发，听说这里有一所蛇类研究中心，说不定里面有蛇村的下落哦。到底那个被蛇精占据的村落到底在哪里啊？打听到咯，我们现在在浙江义乌这个地方发现了蛇类专卖店，就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啊，我还看到它什么蛇类制品系列，然后保养品系列。天哪，蛇做成保养品到底是什么啊？去里面看看，顺便打听一下蛇村到底在哪里。你看这样一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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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东西哦，全部都是蛇。大哥啊，这里面有毒蛇吗？有毒蛇。它不会穿过这个里边？那不会。那不会的哈。打开这个是毒蛇吗？毒蛇是在哪里？这个蛇没有。毒蛇在这里。好，继续解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无名蛇。它在看我，好可怕啊！哎呦。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哇，好长哦！先抓了他的头，对不对？这只也抓出来。你没有戴手套哎？没有，他没戴。他没在怕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要抓的。这个头抓住就好了。然后这里。对呀。啊，你光光他这个头，他这样一下一晃一晃一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来关系，来关系。他在干嘛？他大便在我手上啊！放手对啊！他为什么大便？你这里捏得太紧的话，捏得太紧，他就要放大便。哦，我捏太紧了。你要轻轻的。他大便了啦！什么东西哦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蛇怎么会乱喷大便啊？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而且蛇刚刚狂喷大便的时候，怎么会有枪击的声音啊？声音大到令人傻眼。原来大哥说，因为没毒的蛇只要被抓，一紧张就会急着逃脱，就会用大便来击退敌人。他这个头在这边等着要咬我了。不会，你抓到这个位置就不会的。在这个这里，妈妈轻轻的，这里，就是轻轻的，那很好的，轻轻的，这样我头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事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。可以啊，行啊，那你跟那个蛾在吓我是不是？我放了。它在蠕动了，它在蠕动可以吗？这是正常的吗？没事是不是？那我放，我左手可以放吗？我放了它会。掐我脖子！拿不下来了，帮我拿下来好不好？我不能动了，好可怕！它越缠越紧，不舒服了。它越缠越紧他越来越紧哎！他刚刚他不想放了，完蛋了！他要跟我一起回家了，然后带走了。这些蛇要杀掉用来取蛇皮的，难怪蛇会急着想要逃脱，更难怪他们要喷的我全身都是大便。就在子怡我正在清洗的时候，杀蛇大哥们也正准备要杀蛇扒皮。大哥，
来取蛇皮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们要有什么准备工作啊？哈，现在啊，把它抓出来就可以了嘛。啊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便便的蛇、啊。对。它会跑出来啊？不会跑。让我装对皮。抓到蛇的头了吗？你先要剪它头。我剪掉它就，可以破的。啊！我剪掉没事。还会动啊？还会开。放血吗？不用，要先放血。它会自己。你放掉的，它算再白一点。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运用它的皮，不是要吃它的蛇肉。像我们那个时候在非洲的时候，那个蟒蛇啊，我们就要先烤嘛，先煮，然后要把这个鳞鳞片搞掉。它那个就开始泡滚。对，但是这个摸起来其实鳞片没有很粗哎，它外面还有层绒衣的。一只脚踩住，然后直接这样。我听到不急的啊，它又便便了。天哪！刚刚绕在我脖子上的蛇，现在头和身体已经分开了。受到惊吓的蛇头似乎还在挣扎，它在寻找正在被大哥肢解的身体吗？而离开头的身体也还在扭动。面对这么血腥的画面，大哥啊，你怎么还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啊？这个蛇皮会不会容易用头皮的抽过？不会，所以我就很用力的扒开。那扒这个就觉得很像在扒那种，这皮子很好剥，很好剥啊！有没有像那个鳗鱼啊？这样看起来很像鳗鱼，有吗？那剥起来，我剥下来，你拉下来可以，很好拉。拉是不是？嗯，拉去，拉去就 OK。拉，好，拉，是很好拉的。在尾巴这里剪掉。剪掉，皮取下来以后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取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还要清洗。清洗它。清洗。啊，对，要干净。就用清水洗就好了。清水。为什么他的身体还在动？他还会动。他还会动啊！你看，他身体还在动。你还会动，皮肤要才能倒掉还会动。这就是清洗好的蛇皮。你看，其实真的很漂亮哎，它黑黑的，乌鞘蛇，黑黑的，然后蛮有质感的感觉。被扒完皮的身体依然在水桶里扭动。但这个时候，它的皮正在被加工，准备做成皮包或是皮带。其实这间蛇类研究所就是专做蛇有关的产品，甚至连蛇的化妆品都有做哦。台湾同胞，请先喝杯我们的茶。啊，茶吗？我们这个茶是蛇胆茶。蛇胆茶是里面有蛇胆吗？是蛇胆汁与绞股蓝啊做在一起。喝下去以后。散开就有一种有一点点腥腥的味道，然后涩涩，然后又回甘，那是蛇的腥味。对，是蛇的腥味。蛇胆本身就有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、止咳化痰这方面的作用。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啦，你看护肤乳液，大哥，蛇也可以做成护肤的东西啊。那种蛇油可以做。很多化妆品哦，蛇油，我看到了这个蛇油，这个是纯的蛇油，是用蛇油去提炼化妆品，你看乳液耶，跟我们一般看到乳液不一样，稀稀的，是稀稀的，对吧？因为现在来说，不就主要是在保乳液嘛，乳液要保湿嘛，对不对？要保湿，对，营养，香香的，用蛇油做成的保养乳液，比一般坊间的乳液稀很多哎。子怡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蛇的保湿品会这么的清爽。除了这些蛇的产品外，他们甚至会取蛇毒制成粉，而且是用来食用的哦。天哪，蛇毒用来吃不会中毒吗？哎呦，大哥，你们在干嘛？在取毒，取蛇毒。取蛇毒？大哥，这什么蛇啊？蝮蛇。蝮蛇很毒吗？很毒的。蝮蛇就是台湾的白蝮蛇，就像是，白蝮蛇很毒哎，而且它那个牙齿很利哎，我看它牙齿那么大颗啊，很尖的，跟真的很尖的，对，很尖哎，它那个就是它的牙齿的尖端是非常尖锐，就是感觉一戳，是不是一戳你就会戳进去了？一戳就进去了，而且很大一颗，它那个牙齿很大，两颗牙是不是？有两颗牙，然后带钩。这样勾下去，然后用力挤压这两边，然后那个蛇就会，那个毒液就会流下来。
它是每天都会有如意吗？你每天都可以取？我取一次这个歌二十几天。二十几天？二十来天。二十来天，那个如意就会自动就跑出来。你能想象你的手被伸进几千条毒蛇的大桶子里吗？而每一条毒蛇都伺机而动，想要攻击你。只要被其中一条咬上一口，不出三秒，马上就会毙命。说他们是在死神边缘工作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不甘心乖乖就范的蛇一逮到机会，马上咬了大哥的手。惨了惨了惨了，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大哥，你还好吧？有毒吗？我刚看他取那个蛇，他是这样抓这个蛇，然后这样放下去，放到那个试管上面，那他就会把蛇毒取出来嘛。但是刚刚大哥他在抓那个蛇的时候，那个牙齿已经走到旁边，所以他直接被这样被那个牙齿就从抓在蛇，就是算是他的下颚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刺到，然后就流血。那我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这里，这里，对啊，他刚被咬到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挤，一直挤，要把那个血赶快挤出来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有事了。现在已经几乎是没有什么血了，没有了，就没什么事。就是刚刚咬就那一点点。那一点点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因为你咬下去有没有？那你刺破这手上里面的危险，所以如果你担心有一点点毒液在里面的话，你就赶快把那个血洗掉，那个血就一直赶快挤挤挤到你挤不出血了，那应该毒液也都出来了。就不会就穿到全身，还是很可怕哎，很可怕哎。好，我回去工作了。世界第一。